人潮炸裂急爆，人人前胸贴后背，动线被卡死，自由座和对号座的人全混在一起，民众失去理智。高铁工作人员 hold 不住，警方持大声公上场维持秩序，也被枪爆。暂停！暂停！暂停！每个飞机都不要进来！你讲什么话嘛？高铁特区一晚涌入超过30万人，大家看完国庆焰火要回家，散场搭车人潮太多，挤出火气来，民众狂吵，直到11点多才疏解完毕。桃园也发生冲突爆吵，我在倒垃圾，你一直开什么意思？我怎样开什么意思？你要丢不丢？我怎么知道你到？我很重，我一直喊我很重。男子与清洁员当街互骂，起因家里搬家垃圾太多，分批来回丢，才到一半垃圾车却开走，男子大声呼喊，还去后照镜拜托，但清洁员不理会，随后男子抓住空档理论，双方爆口角冲突。大量废弃物或者是装潢或者是家具这些废弃物的时候，建议采预约的方式。倒垃圾竟衍生当街爆炒，场面火爆，也让人直呼傻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